可以开始了，按开关吧。关机。看一下底部。我看一下那个底部，底座的底部，背面，好，一开始，还要往朝下一点，然后展示一下数据线，然后底部转，底部看一下底部，对，就是这个位置，对，不动，然后再往我这边朝一点点，我要拍它认证。然后看一下那个，就是连接处，连接说明书。再来一遍，你。